爸妈妈，我回来喽！佩奇下车了，然后把车收起来，停好。小汽车，谢谢你送我回家，再见。妈妈，我回来啦！啊哦，妈妈不在卧室。哎，妈妈也不在卫生间，妈妈也不在餐厅，妈妈也不在厨房。哎，我可以给爸爸妈妈和乔治做一些饭菜呀，等他们回来就可以吃啦。做一个乔治爱吃的炒鸡蛋，爸爸爱吃的牛排，妈妈爱吃蔬菜。饭菜做好啦，我们回来啦。哇，有这么多好吃的呀，佩奇，是你做的吗？那当然啦。哇，佩奇呀，你好棒呀。咦，还有我喜欢吃的炒鸡蛋。对呀，佩奇长大了，我要帮爸爸妈妈分担家务，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哦，我们佩奇真懂事儿，爸爸妈妈爱你。